接球出手，再来一个，破，第十球，十记三分，吴前队今天爆表了，在对中国篮球尽心尽力。好的，比赛开始，看一下天津队是在客场拿下了第一次进攻球权，而今天看起来比较好看啊，这个外援的三分球的对位，吴前的三分好球，浙江队现在外线的火力开始有所体现。这个球其实内线只要过去啊，到篮下很难限制。好球，吴前的三分球，今天吴前上来两记三分，再给外线吴前，这种机会不能放，三个三分。今天吴前的状态也非常不错，这球还是没有打成，再给吴前，防的稍微有点松啊，啊，给吴前这种机会，吴前基本上是不会放过的。这样的话，天津队啊，这阶段需要顶住，布拉切被换下场，吴前强突，好球，再次打车，单节14分，全是一波冲击力很强的球员，而且外线有吴前，有陈帅鹏，再加上保罗，杀伤力也十足，外线也神准，再来三分球命中，好球，吴前。外线的出手还是命中，哦，浙江队啊，今天在第一节又是吴前单节六记三分，这简直残暴了。就单纯论，天津队的发挥来说，今天已经很不错了。好球吴前，终于又得分了。第一节24分之后，这是首次得分。保罗再强杀内线刘泽一，看这个球。三人围堵下啊，吴前的三分球，好球，又来了，这个比分一破进，吴前就发威，连打五分，现在吴前的得分来到29分，今天就等着看吴前破这个自己的得分记录啊，这个三分球的个人的三分球记录已经追平了，现在是八记三分，对，打得非常不错，看田野外线三分球不中。吴前速度冲起来，一条龙直接起二加一破。吴前这个球啊，像一个导弹一样，直接自己持球啊，完全是状态爆棚的感觉，所以要破这个得分记录。虽然说平时的时候可能比较准，被断了，邓蒙再给吴前，好球。吴前第一节爆一节，第三节又爆发，再给吴前看一下，再出手，好球，这球应该是，这是个三分球啊，这样的话打破了自己的个人单场的三分球记录，此前是应该是八记三分，今天是投中了第九记。防守端吴前又要爆，接球出手，再来一个，破，第十球，十记三分，吴前队今天爆表了，12投10中，第一节爆一节，第三节再爆一节，吴前又来了一条龙，啊，持球再起，好球，破，43分。吴前不太好处理，这是什么球，这转换又打起来了，吴前再上两分，你看吧，进攻端一定不能出现这种情况，看一下浙江队险些失误，吴前再给那些刘泽一，好球，刘泽一这种球有把握的，这个球吴前传得好，今天吴前什么都好，啊，反正就是打得好，45分，5篮板5助攻，石头上再得奔50分去啊！再起，好球啊！就得把自己今天的这种超神模式，还是打得比较勉强啊。最后这种球反而是机会不好，看吴前突破，再杀，造成犯规。
差一个两分，再给吴前，再给吴前，吴前吴前两分球，吴前大哥能不能给点力啊。吴前49分9篮板5助攻，最后连续五投不中，所以说比较可惜啊，但是还是恭喜浙江队。